传回来的最新画面带您来看看，我们知道马总统现在正在非洲访问，而媒体意外的发现，在布吉纳法索这边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孩，她跟周董的女友昆凌长得好像哦。这位美女她的爸爸是比利时人，妈妈是台湾人，她学的是时尚，不过她最后决定到非洲来担任志工翻译，看来她不止美丽，还非常的有个性。继续是我们中视随行记者黄国伟和王清玉来自布吉纳法索的采访报道。比利时，真的，你是比利时人吗？是，是哪里？比利时。混血儿美女陈若娜意外成为总统非洲行的美丽焦点。有人说她和周董女友昆凌神似，仔细一看，水汪汪的大眼睛，高挺的鼻子，就连嘴型都很像。我不知道哎，你们觉得呢？可以没有。Bonjour, je m'appelle Jono。24岁，国合会志工，她还有点害羞，远赴非洲，是个个性美女。就是煮饭啊、洗手都要用那个矿泉水啊，对啊，所以我们家里就堆了一堆宝特瓶，洗完澡都会很痒很痒。虽然学习时尚管理，但却来非洲服务，面貌与众不同的她，内心其实还是个小女孩。讲一下话，讲一下话吧。为什么要戴帽子啊？拜托了，拜托，你不要跑，你不要跑了。先给你的，是不是？受不了媒体的关爱，戴上帽子消失在人群。也许人们喜欢他的外在，但只身前来布吉纳法索担任志工翻译，走人家不敢走的路。不要掉下去，我救不了你啊！你不要害我掉下去了。你掉下去就变成我拍你。好，这样的他不止美丽，还超有魅力。中视记者王清玉、黄国伟，布吉纳法索采访报道。